看好中医典籍记载，燕窝自古便是滋补养生圣品，不止食用容易被人体吸收，适合各年龄层食用，且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燕窝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蛋白、碳水化合物以及钙、铁、钠等，可帮助组织再生，调节生理机能，润肤养颜。因此东森特卖会特别推荐 GMP Vitus 5A 名贵印尼金丝燕盏，不只是来自印尼爪哇岛的乌燕盏，口感滑嫩，味道香醇，且还是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养生好礼。当然了，从持续带后的时候就会早上来一碗燕窝漱漱口，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得到，而且带回去的是5A 等级。你知道在印尼这样子的一个雨林地带啦，这些燕子呢必须要去外面呢觅食，吃到非常丰富的营养素之后回到屋子的燕窝里面来，然后开始用唾液啦，加上那些植物纤维啦，然后用成这样子的一个燕盏。你知道光这里面来讲含了高蛋白质，重点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5A， 对不对？你看，第一，它的燕盏它的盏型一定要非常的完整，然后我们绝对不刷胶，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它不刷胶的同时，它是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白色到乳白色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而且没有漂白。那当你发泡4个小时之后不刷胶的燕盏，它会呈现非常完整的条状，这个才是5A 等级的。此外，印尼金丝燕盏还具备多种特色，包括燕丝自然分明，一体成型，盏身厚实，不刷胶，以及不漂白等高品质，不只是东南亚享誉盛名、传承600年的养生滋补圣品，更棒的是东森特卖会还要再优惠，买就加送元气养生炖盅。你可以看到燕盏要完形，然后高唾液酸、高发泡力，然后整个色泽都是原始的，然后品质非常的棒。重点是你看我们做到了不添加、不漂白，然后紫外线消毒、真空包装，燕窝酸高达15%，还要通过 FDA 跟 USDA 的认证。今天让大家带回去 GMP Vitus 的5A 名贵印尼的金丝燕盏，包括了这样子的一个5A 的燕盏，一盒14到16片，还加赠给大家全自动的电炖锅。东森特卖会严选 GMP Vitus 5A。名贵印尼金丝燕盏，不止限时限量，且独家优惠，加送元气养生炖盅。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